苦，猎魔铁之功虽然厉害，但是我有十八罗汉拳降龙伏虎，师弟猎魔更不能出胜，不战而退。哎呀，猎魔师弟未晓悔改，如此的凶恶，看来得要降服猎魔，平定十二大派，还阁费一番的心思。这次感谢何面人登上云母岭来帮助我办魔，会当顺利拍退师弟猎魔大师。何面人无愿意跟我见面，已经离开。也罢，以后有机会再来报答，准备回转小林寺呀。我的师兄淡魔如此的厉害，我最拿手的杀法铁之功，淡魔你连十八罗汉拳降龙伏虎，经过几百回合的决斗，不分胜败，照看这个情形，你要除掉我的师兄淡魔，还阁重重计议。最奇怪，这回决斗，我安排五毒金镖连天寒，你要找机会暗杀淡魔。为何连天寒也无出现？医生回转修罗时，看来特别消灭我的师兄淡魔，需要到严家殿来配合严通援会。诶，前面伫咧来迄个，敢是修罗教的杀手李贵？为何随头送去对这个所在来？到底发生何事？大向前问一个清楚啊！参见教主，李贵，我问你，为何不在修罗寺？看你行路行啊，随头送去，发生何事？报告教主知情，那个错查的查夫加入小林寺，利用教主你不在修罗寺，大大堆来啊！修罗寺已经被破，机关已经拢总被破坏。本门的东志宏拍架安尼落花流水，一人走一路。我知影讲教主你伫云母岭，得要倒转去修罗寺会行一条路啊。所以讲我挑地来遮等你。迄个甘大杰真妖秀了，不但破咱的修罗寺啊，破坏咱的机关，阁放火烧修罗寺。即马修罗寺已经火烧平地，请教主定断是阿弥呀！错查查夫甘大杰。你带技师欧阳钦的查某囝，自称技师挖过少林寺，你阁利用我不在来破坏修罗寺，这点本事我一定报。甘大杰，你的死甲真凄惨。目前修罗寺一旦甲被破，咱应该到严家店来找严统援会，计划我如何收敌淡魔。哎，你这甘大杰，我绝对袂当同情你。李贵。教主有何交代？甲我斗阵，到严家阵找严统援会，行。随身宝剑怀九州，五湖四海任我游。组织联邦十二派，要得力量路。下锅底，本晚会
严通，在严家镇建造一个庄园老谷，这个所在集中无数江湖高手、烈林兄弟，所以这个老谷啊，我家表名叫做一片楼，外表我是官位家，实际上我真正身份是黑暗界重量级的杀手，组织十二大派配合烈魔大师，将后的计划。就要霸占大牛花花世界，逼伊牛母地下台，才知影讲本源为严通的厉害。前日间哦，来接到烈魔大师派人通知，才知影讲伊的师兄西方天德国的淡魔祖师已经入中原来干涉修罗教的代志。前日我有派本源护法五毒金镖连天寒。到修罗寺去帮助烈魔大师啊，会当低调淡魔，大事办了唔知怎样，并无一个消息。忽然间看到庄院的外口面伫咧来迄、那个，敢是烈魔大师带本门的杀手李贵来到集贤楼，不得无礼迎接啊！大师大驾来到这片楼，严通万族官名色敬多多，严员外唔免这么客气。这回我来到严家店这片楼啊，有事商量。因为我一前分母鸟，甲我的师兄淡魔一决雌雄，想未到铁之功无办法打死我的师兄淡魔，决斗经过几百回合，不分胜败。我的师兄淡魔练有十八罗汉拳，行龙伏虎，凭我的功夫，甲我的师兄淡魔决斗，是平分秋色，无办法分出关键。特别来请示严通元帅，想看较好的办法，低调淡魔。我的师兄淡魔无死，对咱十二大派非常的不利，请问严通元帅，你可有高见吗？什么啊？哎，淡魔的功夫这厉害，烈魔大师，你的铁之功这该拍白手。烈魔大师，你放心，这条代志交代我来办。十二大派中间高手之魂，就要拍死淡魔，不然之事，这我有办法，请烈魔大师来中休息。感谢严通元帅，请了。按照烈魔大师的说法，哪呢就要打死淡魔，需要用到茅山派的教主茅山道人。西方天德国的淡魔，你爱插硬事，要让你知影讲十二大派的组织，随时通知茅山派茅山道人本人出手。淡魔，你死定了，严守一片楼，机台消失啦！三度人接到严通元帅通知，才所了解西方天德国的淡魔甲十二大派伫咧作对，要打死一个淡魔都像倒顶泥甘了。本教主亲自出马，直接到少林寺挑战淡魔，互你了解我茅山派的功夫。淡魔见到我茅山度人，你包死的！速战速决，随时进少林寺出发啦！
本小生甘大吉。原先的淡魔祖师回来在讲，才知道说啊，力魔大师铁子公公多厉害，结果一个拼下去无输赢。要若真正讲力魔大师的天道啊，有办法参阮先生淡魔祖师拼无输赢，嘿，我阿吉若去当着力魔大师，安尼真危险哦，歹算哦。啊，即摆我阿吉来阁带队啦，走去收罗师，阁甲放火破伊的机关。啊，力魔大师唔知甲点油做记号无？后摆我若去当着力魔大师，无较注意咧，未用伊。哎，下早起一个打扫环境，嘿。少林寺的外口又过来一个生生面的，敢若看到知影讲这歹人啊，身穿道袍，手执佛顶，修道家，有可能在要来找麻烦呢，来甲问看咧。上本小生甘大吉，有礼，你叫做甘大吉，是啦。啊，请问这位道长，啊来个少林寺，唔知有啥物指教？甘大吉，我问你，少林寺的淡魔，甲你啥物关系？道长啊，我甲你讲个清楚。啊，那淡魔祖师，就是我的师父老师，安尼真好。你以为叫淡魔出来跟我见面？请问这位道长，啊，你的道号是安怎称呼？找阮老师淡魔祖师，唔知有啥物指教。甘大吉，你听好清楚，本人即是茅山派教主茅山道人，也是十二大派组织在内，即座来个少林寺。淡魔若无听我的神幻剃度，等于西方天德国，就非怪本山人手下不留情。我就知，我看你伫来吼，我就知讲你即块要来找麻烦呢。收了到十二大派组织在内，要找阮老师淡魔祖师，叫伊当西方天德国。啊，你是准几分的螺丝？单人独马，家己一个人来个少林寺，伫要挑战阮老师淡魔祖师。哦，你是糟兄，目睭皮无主 ，A B C 兼 D D T 呀。阮少林寺内底偌济人，你敢知？拳头师傅一吨才大吨啦，敢若俗家子弟五十外个啦，一刷落去，只个和尚啊三十外个，这若有甲淡魔祖师练过十八罗汉拳的，看功夫偌厉害就偌厉害。刷落去内底高手如云啦，一个机关师傅做欧阳钦，这阮丈人，啊，阮七个做欧阳秋旋风腿，唔是敢若安尼尔啦。最近少林寺又来两个贵宾，吼，这两个修道家老神角，一个是西川玉泥山太一观的教主，叫做巧道人；一个大龙山的修道人，叫做龙道人啦。这两个老神角功夫讲偌厉害就偌厉害，啊，你家己一个人来挑战少林寺淡魔祖师，哎，啊，你唔是看阮无啦，实在你看阮真无。来，本小生甘大吉先甲你拼看咧。你若拍会赢我，我再去嘛请阮老师淡魔祖师出来甲你见面。甘大吉，初生之薄不怕虎，卖讲你的功夫咧，加你十倍厉害的人，也毋是我的对手，毋免拍。来，我徛点点，互你直直争，直直拍，拍甲你欢喜，我才出手甲你拍死。安尼你死了就会甘愿？啥？你会堪要徛点点，互我拍甲欢喜呀？来，讲行嘞，我甲你试看卖嘞。野道出在你来，十八罗汉拳，行龙伏虎，互你去赢。一个，两个，三个，哦，吃辣的哦。三个安尼甲你骨落去拢无听，讲安怎厉害？安咱两个都拍无输赢啊！茅山道人啊，你稍等咧，我叫阮小姐欧阳秋甲你拼看咧。
啊，你若真正讲有查某拍赢阮小姐欧阳秋，安尼我就请淡薄祖师出来甲你见面。你稍等咧，我来叫欧阳秋出来，请了请了。高奴才，你这个甘大杰，我徛点点和你拍三下，无感觉安怎？你真爱面子啊！讲啥安尼，咱两个拍无输赢，特别叫伊个小姐欧阳秋出来跟我拼看咧。我若有办法拍倒欧阳秋，伊绝对要入去内底叫淡薄出来跟我见面。欧阳秋，我对伊真了解，伊是机关署欧阳钦的查某囝，有一个外号叫做胭脂红，所锻炼的功夫是旋风腿。这我看不在眼内，在面头前在咧来迄个查某囡仔，就是胭脂红欧阳秋，真好向前挥面。无囡仔是欧阳秋，哪家才是欧阳秋？道长，我知影你是茅山道人，茅山派的教主。即阵你来个少林寺，就要挑战淡薄祖师。我伫咧看吼，你是无够力来。听恁大指头啊，甲你成劝，早早离开十二大派组织。若是唔肯，恁大指头的旋风腿要互你知影偌厉害。欧阳秋啊，我对你真清楚，你是机关署欧阳钦的查某囝，一拜机师欧阳钦威背修罗教，加入少林寺是受你的影响。哎，伫遮，我要和你知影讲我茅山道人的来历。我这本书尽量施展，拜校领教。嘿，有较歹一丝下哦。阮七个欧阳秋旋风腿虽然厉害，但是迄个腰刀啊，茅山道人赛老爸的比吴开勇，这吼、哦、一对一个要甲赢我看歹，两个让伊一个拼看会赢无？但无祖师阮师傅教我一部耐力神功，这种功夫拍愈久我愈勇，我来斗拍两个让伊一个讲好死。帮助淡薄祖师消灭修罗教十二大派，这回淡薄祖师一力魔在了昏无岭生死决斗，结果不分胜败。按照机关署欧阳钦所分析，修罗寺已经火烧平地，
猎魔有可能会到严家店一片楼去配合严通。现此时，陈魔祖师正在整顿人马，准备要破严家店一片楼。按照技师欧阳钦所说明，这个一片楼啊，内中集中了十二大派武术高手，特别大破严家店的一片楼啊，无遐尼简单，爱从中计划。下早起，小林氏忽然间发现有人在咧争斗，我来呀、啊！叫道人老身甲金家斗下手一个舞，我甘大杰来去往讲死。甘大杰，我问你，甲你决斗迄个人什么人？迄个就修罗教十二大派组织在内啦，茅山派的教主做茅山道人，使老爸的比武较勇。我参阮七个吼，两个牛一个饼的无法哩。放心，我叫道人负责。安尼你的人真好，你做头前，我搁做后壁，即马换三个牛一个，讲好死行。小蛋的，是阿咪呀？西川玉女山太官的教主邱道人，你也来个小林寺帮助淡魔。茅山道人，听我的圣劝，赶紧离开罪恶的修罗教，否则死在无众生之地。点去？哎，邱道人，你有偌济本事，敢得要支持小林寺的淡魔？该死呀！贫道则是浪道人，即次参我的道友邱道人来个少林寺帮助淡魔祖师，想未到魔教十二大派组织有这种的高手，茅山道人确实有厉害，勇冠万军。我的道友邱道人配合这个甘大杰，也搁一个欧阳秋的双凤腿，三对一也搁唔是伊的对手，确实有厉害。多战无益，恁众人拢甲我闪开，让我龙道人的施展仙家道法，插刀神兵，散魔仙将，用拍未死的铁人来对付你。爱知我龙道人的法术厉害了，抄我机给我念一支起来，咒语甲念念的风甲盘去，变一身拍未死的铁人，这叫做阴兵阴将。茅山道人，看你偌厉害，看你偌敖战。天晴晴，地凛凛，红雾急急之如电，阴兵阴将，怕未死的铁人去。这阴兵阴将，茅山道人你该死，我后壁面操作加强法术啦。大龙山的龙道人，你也来个少林寺帮助淡魔，用法术得要跟我茅山道人计较，敢有够力？插刀神兵，散魔仙将，这种怕未死的铁人，对我讲起来小可代志啊！只要我安排太一心所道家法术，
将这阴兵阴将给你拍翻头，天群群，地凛凛，红魔急急如律令，太一心所起。一心所把你摔落去，所有的阴兵阴将全部走翻头了。龙道人，你也加在我的面头前，跟我乱发摔。我茅山派最出名就是摔法，让你了解本教主茅山道人的厉害。靠念真言咒语，祭出先天九龙火，这种的九龙魔火会叮人的身躯的，你就要走走未去，要躲躲未离了。用九龙魔火定你的身躯，天青青，地凛凛，红火急急如律令，九龙魔火起。这次升天九龙魔火，龙道人，你该死呀！什么呀？我所祭出的阴兵阴将全部被拍翻头，忽然间看到头面前热火冲天，这什么物件？这到底什么火？哇！可是呐，哦，你妖死我哪会遐厉害？无代无志，天顶怎啊走火个啥物火出来，会叮人的身躯了？迄龙渡人去为火怎啊颠掉了烧一个尔，我未活啊！规身躯打打打，惨啊惨啊！小姐啊，手的啊，较紧的爱走啊，袂死啊，走啊！将龙道人活化消失，哎，少林寺恁这小辈，想得要走敢走会去？咦，奇怪，忽然间怪九龙魔火奈怎化去？什么人有这个本事来破我九龙魔火？哎，看到面头前一个和尚，有可能是这个人来破坏九龙魔火？难道这个和尚是西方天德国的大魔？阿弥陀佛。来一个和尚，我判断若有正确，你就是大魔。贫僧才是大魔，我慢来一步，可怜呐、啊！大龙山龙道人被火烧死，你修道家不修我界，这先天九龙魔火来烧死龙道人，是我大魔及时赶到，用佛家灭火阵。来灭你先天的九龙火，那是无食少林寺的人，唔知要阁何你烧死偌济？龙道人惨死，这点冤仇我淡魔是一定爱替伊报。哈哈哈！淡魔，你想得要替龙道人报仇，你敢有够力？一大本教主茅山道人代表十二大派来个少林寺的路的。爱你淡魔，退到等西方天德国，
若是唔肯食，要讓你知影讲我茅山派教主茅山道人的厉害。但无，虽然你有办法破我先天的九龙血，也难渡我茅山派死亡的绝境。我爱你随时离开少林寺，退到当西方天德国，未使干涉我十二大派，特别吞食大牛天下。茅山道人，你配合十二大派，特别吞食大牛天下，这是康师梦想，无可能的成功了。利用九龙会收拾龙道人，直接我丹魔特别替龙道人报仇。点去？丹魔你偌济本事啊，敢讲特别报完仇？一旦你个唔肯替到当西方天德国，就会怪我茅山道人手下不留情，该死啊！杀法金刚体已经破，口吐鲜血，刀立现场，防你这种恶人生存，对善良人实在是太残忍，难怪丹魔手下不留情，应该后边人必杀，为龙德人报仇，万请。丹魔祖师，请留步，茅山道人可恶。用九龙魔法烧死我的道友龙道人，我得要亲手替道友报仇，我后壁面对来敌的性命，请。阿弥陀佛，求道人得要为伊的道友报冤仇，这讲起来也是应该。得要为龙道人报冤仇的代志，就让求道人后壁面对去了一个心愿。为预防万一，兵将丹魔需要后壁面打炸来呀、啊。